刚刚这个忘记先打开。对吧？礼拜一就要休息了。我要给你喝，喝这个配方奶哦，哈。顺畅哦，哈、哦，肚子饿了吗？嗯，饿了。嗯，现在慢慢下去了。这边要有鼻贴嘛，哈。哎，是。你会换吗？我还没有换过，没事，后来我才会。我有跟你讲过，要转90度，哈。哎，然后看呢，你拔起来的地方是多少，就是这样的，哈，固定。然后你喂的时候要先缓抽，缓抽的意思，不像你都不抽的，我知道你都没缓抽。缓抽意思是说抽起来怕胃出血，就不可以喂牛奶。你懂吗？因为管灌你一直没有转，这个管子你一直没有转，它每天这样冲这样冲，怕冲胃出血。那你一缓冲，如果有胃出血，它就不会消化，就顿底下。你要缓冲才会知道说它里面有没有出血。嗯，缓冲的意思不是说
多余的，一定要做的，对啊，你要为之前一定要还错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刚刚特地把他的脸遮住，你刚刚有照到他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刚刚呢？看一下那个画面有没有照到他？那他怎么知道我都没有反抽？我都有反抽，只是今天没有反抽，因为昨天，已经一个晚上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反抽了。不用那么那个了，你就把它当作 remind。不用。对，所以我就谢谢他呀。所以我也没有当面跟他说我都有反抽，那这样一次可以灌几 cc 啊？一次不能超过400cc， 刚刚是200，8324，应该是200-270左右。然后我加水，刚刚是20，现在30、50。真的处理。病房助理都很善良，所以他会来提醒我要反抽。听了你的话，所以我刚刚没有跟他说我都没有反抽，我只是说谢谢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，他没有恶意。是237，不过他超过237，因为刚三次嘛，839240了，那这次写237，然后再加上我50cc 的水，这是240，在290，在300cc 左右。那我刚刚是买了这个想要给他喝，可是会超过，会超过，所以要等他这个，等他这个出，现在是今天是9月20号了，那我们8点到了，那么8:30我放在这个电盘里面。
下。